这里渗透探脑，要是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我等遭劫难才落到如此下场，不得已背井离乡，原想跟随蜀神大人重整大业。可我看到他那手下仙风在吃，我糊涂啊！ 得逃出去才是。嗨，双头鼠乃我国中精锐，哼，明明是同僚，却还要自相残杀，拖在这里早晚饿死了。杀上去，来个痛快！你怎么还在这？不要害我被发现，快走！ 帮我除去同僚，我也是时候该走了。我王执迷不悟，如此下去，何谈复兴？需找到下落不明的三王子。 三王子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他最恨老手。我们现在这副样子，三王子认不出来。我王凤属，三王子便心生不满，远走他乡。曾有国人游历四方，说在西天佛国见过他，可那西天佛国。
怪了，我是来拜见你们大王的。哎，阁下怎会在此？哎呀，快走快走，不用你救。阁下与我十分有缘，黑风山一别，竟还能在黄风岭相见。哎，这帮鼠辈不分好歹，竟直将我绑了。大婚说送去什么卧虎寺，腌好了送与太王。这里的妖怪皆是恶鬼，嘿嘿。
不过阁下放心，想吃你马锅没那么容易。这黄风岭猫鼠同眠，乱作一团，黄风大圣却不闻不问。怪哉怪哉，这样的大王谁敢投拜？我奉劝阁下赶紧逃命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放心去便是，小小鼠妖能奈我何？我自有法子逃生。你形骸虽瘦，遇上这群恶鬼也饶不过你，还是快些逃吧。我大事未了，自会趁机逃生。此地人多眼杂，有缘定会再见。这黄风岭猫鼠同眠，乱作一团，黄风大圣却不闻不问。怪哉怪哉，这样的大王谁敢投拜？我奉劝阁下赶紧放心去便，我自有法。这黄风大这样的大王，我奉劝阁下你放心去便，我自有。很少。